差不多一个星期没有剪了，哇，这里好多，哇，前面那里还有一个，这些都要洗，看到没？嗯，回去做饭吃去，吃什么菜好？来，今天冰箱里面还有个肉嘞，那要不做个肥肉肉？可以，然后煎一个鸡蛋，吃个葱煎蛋。 鸡蛋，吃饭了，在等你哟。来喽，辛苦了，老妹。哎呀，吃饭，肯定要肚子鸡蛋。哎呀，土鸡蛋哦。 嗯，你吃了几碗了？两碗了。没了没了。哎呀，给你。